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时评之社会热点。今天是2023年7月21日，这个基辛格这次访华引起非常巨大的这个关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仅这个见到了王毅，还可以是吧和国防部长李尚福见面，最终习还跟他安排了一次高规格的见面，同时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高规格隆重的寿宴。虽然他的什么寿100岁已经过了2个月时间。然后大家知道，这美中关系现在这个形势下美国无论布林肯还是耶伦还是这些包括最后这个特里去，基本上都没有这个规格。所以这个白宫发言人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为啥这个一个普通公民可以与国防部长会面，而美国官员却不得，这令人遗憾。他说基辛格只是代表的是一个美国的普通公民。好，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探讨一下，来谈谈这个中共专门放了一个隆重招待基辛格的一个寿宴的一个视频搞得档次很高大家看，这是现在中共的一种一贯的一种做法错派。这表明了对对方的重视，就是餐桌上有原意桌上原意，这叫做桌上原意。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寿桃，说什么9个小寿桃一个大寿桃，合起来是100岁，说去过中国100多次，2个100。然后这都是这个雕花的各种餐是吧。这席呢专门招待他是在钓鱼台国宾馆里面的五号楼。说是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周恩来当时见他的地方说这几十年过去了基辛格这个为中共说白了这个续命可以说是绝对建立了丰功伟业所以给基辛格评价很高这表明啥意思是吧，这就是这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想先听听这个阿瑞先生你怎么看这习的这出演出。他这个演出我觉得看了就让人火，你知道吧？就气愤，因为首先你就一个人，你就哪怕你接待一个人，你用得着这个样子花费那么多民脂民膏吗？都是钱，而且尤其现在在这种大环境那么差，然后都民不聊生，外面你官方说21.6%的失业率，其实是要 double 要乘两倍。46%已经有人说了，46%都不止，然后你还在这边搞这个东西，为了一个过气的人，这个老头都已经过了气，基辛格都已经过了气，他其实给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在中共国的媒体，比如说央视有没有报这个东西，然后他如果说没有报的话，他就是明白了，就是白给美国现在当官的或者是美国政府或者是来美国访问过的人给你看，就是说你们如果说有基辛格这样的政治觉悟，所谓的政治觉悟，你们到我这儿来就好吃好喝好招待，对吧？然后还有生意做，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明显就是一个那个嘛，摆谱，就是还就是弄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很扯淡，就是他
他这种做这种扯淡的事情就搞得很专业，然后但是像很专业的事情呢就非常扯淡，就像今天你节目里面之前节目里面说的那个叫冯长鹤吧，啊对，那个冯长鹤他们做的那个兵器推演的那个东西，我之前我挖了一下，8年之前他们2014年中共的一个宣传片，你们都可以在网上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那个他们的那个东西就停留在真正要做军事上面要做的那个兵器推演的软件，就停留在连90年代就2000年初的那个游戏水平都达不到的那个水准上面，就拿出来在忽悠人忽悠钱，自己为了自己搞钱。好的，路德。啊，这里说的啊，说到这个关键点了。就是一个表演，就是一个演戏啊，就基辛格了也愿意配合。这个基辛格自从1972年第一次访华之后啊，帮中共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从此基辛格其实就成为了中共在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啊之一啊，公关代理之一，他不是总代理，还有别的啊。民主党也有啊，共和党也有啊，各个不同的。这其实啊，一般大家都要避嫌，是吧？基辛格如此高调的啊，习如此高调的，就是不避嫌。不避嫌的意思，其实就是刚才 L 先生，我觉得啊，就是说的一个本质上去了，就是想做给西方现有的这些老政客，就是啊，基辛格不是100多岁，那接下来80岁的、70岁的，啊，比较比较，就是你要知道，中共最善于挖掘人的弱点。年纪大的人在乎啥？他心里很清楚。说白了，现在就是习要亲自出马，啊，去挖。这些之前在美国的这些美中关系啊的那些人要把它挖出来找出来，这就是谢峰说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要想方设法啊传递一个重要信号，基辛格配合，是吧？你们也看老资格，看看基辛格的老资格，看基辛格的面子，是不是继续啊？和中共帮助中共在美国继续啊假片头下去，这是本质。因为现在已经啊，我们最近所有的节目，你看看所有的，还有哪个有任何的啊对中共有任何帮中共说话的官员吗？一个都没有了，议员也没有了。新的一代也没有，老的估计也不敢站出来了，就那个爱普斯坦应该是去年老年痴呆症了吧，也不敢。现在新的一代全部啊，就是在商量如何结束中共啊，都是已经成了一种风向，这个风越吹越大。习我们之前说啊，为什么隐蔽战线现在要全面啊，要高规格明着去把它推进，就隐蔽战线由于是隐蔽啊，所以他们中共的词就这样写吧，隐蔽战线最重要的是隐蔽啊，哪怕完成为了完成任务，为了以后啊，就跟那个无间道一样，一枪为了隐蔽出卖自己人都可以，一枪把自己人给崩了都可以，这就叫为了隐蔽，这就是隐蔽战线的本质。但隐蔽战线是隐蔽，但很多是不能提的，为啥要把隐蔽战线都要给他啊提出来，就是要嘉奖这隐蔽战线，因为人都有一个时间长了啊，他怕失控，说白了，因为别的各个都吃香的喝辣的啊，特别在北京的各个方面，
吃相的很烂的，隐蔽战线，再隐蔽下去，啥都没了，所以肯定是不稳啊。虽然他能力很强，所以这个中联部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任何事情它是树倒猢狲散，它一旦形成一个群体效应以后，他就知道失控。他如此招待基辛格，他知道中共的命就是来自于美国给他的授权，美国认可了，他就延续了；美国不认可，他就绝对啊死定了，毫无疑问。所以希望基辛格是吧，再回去，再发挥发挥的老资格啊，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肯定是给了钱的，毫无疑问啊，很多资金、公关费、顾问费、lobby 嘛，在美国 lobby 那都是合法的。啊，那这一次，这更加看你看啊，就是表明了这个西贡的现在内心的心虚，心虚才会导致这样。啊，如果你像美国啥时候天天把这个啊，当时美国是吧，是法国啊帮助美国打赢了独立战争。美国有啥时候天天把法国的那没有？因为它不是一个权力社会，它是一个不断向前走的，它不是看老资格的一个这样社会。所以，国务院啊，国安委美国白宫的发言人说，他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已，是吧？没啥，啊，没啥，代表不了啥，既影响不了美国现有的政治，也影响不了未来。但是习，这就叫做病啊，急乱投医，就是嘛，癌症了，就是一般什么时候才乱投医？你一个一个感冒肯定不会去乱投医嘛，一定是癌症了，快死了，知道自己嘛死期将至了，抱着一个救命稻草就开始狂啃啊。是不是？这基辛格90岁也没见这样。再说，你看生日过去2个多月了，为啥？过生日那个时候没有，哎呀，就就是你演说的戏嘛，没嘛。招了嘛，没招了，对，没你知招道了，吧？就没没招有了，这素都是。材都要做出一个素材出来，是不是啊？否则啊，是。太牵强了，你说呢，艾尔先生？对啊，就是现在他就是在四处被围剿。你看，就像我们说的，就没天天没有好事，天天没有好消息。他自己内部我觉得也是一团乱。那个他总参对吧？情报口也搞不定。然后我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下面到底发生的那些事的细节，然后下面也不敢往上面真实的报，然后就形成一种真空状态，就跟我觉得就跟当初明朝最后破灭那个时候一样，就是，崇祯帝也在那边就是急功近利，他就觉得就是说他问谁嘛，他问他手下的人让他们去平定什么叛乱，然后就是说刚刚都要平定了，然后他说，比如说你跟他说我10天，他10天，你再给5天都不行，然后就把人给干，斩了。就是说他等于是他自己又想急功近利，然后下面呢又是上哄下骗，其实已经形成一个真空带，他没有任何的，就说白了就已经是失控了，只不过是现在他这个体量比较大，然后他这个惯性可以拖着他一点点点点往前面走，不至于立马崩溃。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西方也说过，就美国、美英，还有就是整个欧洲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之前30年的决策是错了，以为把技术市场开放给中共国会让。就是说，中共的自己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然后他们发觉没有，而是发觉你再一旦再开放下去，再给他更多的东西，你自己都完蛋。他会把整个西方的那个价值观、自由价值观全给颠覆掉。所以说，现在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这些西方国家，包括以美国为首，就全部开始踩急刹车，然后开始全部转向，这个就是现在一系列的产生的连锁效应。好的，路德。是的，这是病急乱投医啊！你看那个现在啊，因为他知道啊，翻不了盘了，就在美国这里，就美国的这场民意大战，他已经彻底输定了啊，输定了。当然了，这个对他们来说，就刚才说啊，一定是想办法啊，就算输，他也要啊，在所谓的。在书中寻找一丝缝隙，啥东西，啥他都要拿着，是吧？成救命稻草。这就我们告诉大家，你看，就是美国啊，他如此重视基辛格，你就知道美国对于中共来说有多重要。美国的美元、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美国的生产的创新，没有这些，中共啥都没有。就没有合法性了，所以啊，西啊，说白了，因为基辛格他没什么影响力啦，已经是吧？啊，自从可以说从2020年中共病毒之后，彻底啊，就基辛格主义在美国的彻底终结，就已经没啥影响力了，是吧？现在除了基辛格，这稍微找点有影响力的。估计也找不到了，谁都不敢去。基辛格反正已经100岁了，说白了，是吧？反正也属于那种啊，差不多了的，去就去呗，无所谓。顺带也打探一下习到底啊有啥想法，帮助美国政府。那绝对肯定是这样。记住，美国这犹太人、美国人都很精的啊。说白了，心里想看着你习演习，但是你看这个习把这个啊这个餐桌啊这个放出来，这就啊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你看啊，这个中共就是打心理战厉害，别的都是虚的，什么这个系统那系统，军事上真不行，他的隐蔽战线绝对是可以，但是呢，就算隐蔽战线可以。他也不能变成他真正的实力，啊，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也无法变成，因为假片头、隐蔽战线，就算拿出来啥东西、偷了啥东西，你除非把别人整个系统全搬过去，否则这里偷个钉子，每天偷个螺丝，你能把这个楼都搬走吗？搬不走，说白了还是不解决问题。好，阿尔先生最后再分享一下。是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那个这一次英国的军情六处直接站到前台的时候，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出来。就我现在个人，我就感觉就是，一直我们都说美英是一体化，然后这次就是你看，美国情报局就放的，就 CIA 就说的话很少，然后这次等于是把所有的东西转给英国去放，英国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出的这份报告，详细报告，然后后面立马是 MI6 的局长出来说话，这种人是一般是不在媒体上面公开露面的，然后立马就昨天吧，VOA 发了一个新闻说，1/4英国人不信任中国，不接受在科技和基建领域合作，这个是做的一个民调，这个东西很要命，就是说我现在感觉到，就英国人在面子上面，他因为顾及到华人，就是他们也分不出香港人、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到底什么区别，所以说很多事情他们不说，他们不说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整个就是感觉就是中共国没有一点好的事情，还是那句话，就没有一点好事情。好的，路德。好，咱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啊席位和高规格准备了隆重的寿宴，接的基辛格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不要忘了点赞分享，谢谢阿尔先生，谢谢诸位观众看，不要忘了添加路德社会员，再见。